41岁李艳日前因治疗声带长茧下车八点档一家团圆，同时也宣布想专心在自创品牌上，暂时不会演戏。消失八点档近半年的她，无预警在脸书认爱并发布结婚喜讯。李艳和前夫谢点玲曾有一段18个月的婚姻，离婚八年后终于找到对的人。她深夜晒出和48岁保养品合伙人陈茂荣的合照，表示是的，他是我的爱人，新店陈大少，也是我曾说过我喜欢有责任感有肩膀的那个男人，不只是认爱，我还认定他了。而女神的另一半新店陈大少陈茂荣也被起底是露营平台露营风老板。根据一评新闻网报道，18年前陈茂荣找上23岁的李艳当产品代言人，两人维持合作关系，一直到5年前合伙成立 KOC Skin 公司。受李艳遇事投入，不轻言放弃这点吸引。在一场李艳跟何如云的直播后，陈茂荣心动了，但却一直到1年半后才告白。当时李艳要拍摄一家团圆，基于合伙人义务，李艳传讯息给陈茂荣告知两件事：一是将回归戏剧，公司的交给对方打理；二是我喜欢你，可是我们是股东怎么办？一席话让陈茂荣立刻回电询问做我女朋友好不好。李艳则表示受到陈茂荣很有责任感这点打动，目前两人婚礼未定，但已经决定7月到马尔蒂夫度蜜月。至于婚后是否拼生子，李艳先是脱口不会再生，之后又担心打脸改口透露妈妈希望她可以生一个女儿。